老公，我都可无语了。你说人家减肥，这啥？今天我还听人家说三天瘦了好几斤，我好倒好家伙，一个星期了，晚上不吃饭，我还运动。一上阵我没有请，我还重了四斤。最气人的是我今天出去见了朋友了，你知道人家说啥吗？人家以为我在拼三胎的。你是没瘦下来，那是应该的。那你晚上是没有吃，那你中午吃的多呀？你要三餐要均匀，你知道吧？那我不是看人家网上说什么16+8，就是8个小时内把饭吃完，然后16小时不吃饭。我也这样做了，然后我做运动，我一天运动最少半个小时往上。那我这咋回事？这啥一点都不带瘦的，还胖上去，都可烦人的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说我怀三胎，我不是可生气的慌。别说别，你也别说人家说，我都感觉像怀了三胎的，你那肚子大嘞。啥意思？我这肚子，唉，你确实，我也趁着我肚子大。我下回我出去，我都给人家洗了肚子，我不是这样，不放松了。给你洗不都没肚子了吗？哎呦，你就是，你看你那肚子比我的肚子都大了，人家说你不是正常吗？还是不中，明天早上开始起来跑步，咱俩一块儿去。这有啥瘦的快的方法没？给我也好好瘦瘦。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啥？你忘了咱俩上一次咱俩吵架，闹离婚的时候，我俩瘦了7-8斤。天天我滚。要不咱俩？咱俩都滚吧。要不咱俩还吵架吧？咱俩吵一架吧，吵一架闹离婚。会打打吗？为啥说妈妈滚？他要跟我吵架。妈妈想减肥。但是呢，你跟我说减肥怎么减，七月给他说说怎么减。练舞吗？嗯。看你，那牛都知道多运动。你下去跑跑一句。好，爸爸。我感觉我跟你比，我算比你好的了。咋了？图个他还让他闺女跟咱俩一通，好意思？不行，今天是一个小时还没锻炼呢。我在锻炼，我就换了衣服去。电视给我，我要锻炼，带娃睡觉去吧你。